日本人野口事故，22岁死去。8月17日，开催选手权第四战，先周末起事故，重伤负。日本野口春树22岁死去，主催者木曜日发表。金月铃木八奈三位 SDG 负伤治疗受。选手权关系者声明医疗最善努力。选手8月16日伤悲亡树，有人家族哀悼一表。野口东部病院3日间集中治疗受，实事故受1000cc 终止。野口选手2021年全日本选手全600部门优胜二轮车参入。两亲春树君5岁盛世，似感动喜语，应援全人感谢气势，表明声明发表。报告。